welcome to Time at Life 5. I am your show host, Mili. So today we are very pleased to invite two Canadian painters in our show today. Their name is Judy and John. So they will introduce us about the artist and the Canadian society. So hello to your view that come to our show today. Judy and John, can you self do a self-introduction? Yes. Hello,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My name is Judy. My friend also is a Canadian painter, John Cognas. I am here today. I want to share my feeling for the art. But my English is so poor, so now I want to be Chinese. I hope you like. Thank you. Thank you, Judy and John. Yes, my name is John Kokinos. I'm born in Greece, but here in Canada for many years. I studied here, took fine arts courses, and I've been painting since the 70s. So many years of painting, and quite an experience going to China and meeting Chinese people and the culture there and all that. So that's one thing I'd like to talk about later on. Okay, thank you, John, and thank you, Judy. 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来聊一下这个西关文化情节。那首先呢，西关文化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陌生的，能不能请 Judy 给我们介绍一下？好的，是这样子，我小时候呢是在干校长大，因为跟这个结缘呢是小时候因为去学校读书。读书呢，都是附近是很多就是农村的学校，那我们经常给人家欺负。那欺负我的话呢，我就有一天那个男孩欺负我，很生气，我就用笔在我的课本上画了他的肖像。好，画完之后心情可好了，就感觉咦，画画挺有意思，所以从此就喜欢了画画。那高中毕业之后呢，因为要下农场啊，就是比较艰苦。很艰难，后来考上了广州美术学院，然后考上美术学院呢，那时候我们就是读大学是免费读，但是呢，我因为参加过工作，所以呢不希望父母给钱我们生活费，所以呢就去做那个叫做勤工俭学，就是怕他们教那些幼儿园的小孩。那每天都骑单车出去，那在广州呢，就穿街过巷的，就看到很多那个古的建筑。在广州，因为广州是有2000多年历史的，所以呢，当时就很感兴趣，说：“哎呀，这个建筑就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因为后来我就很好奇，就开始研究，看了一些书，就发觉原来这里有一个典故。当时呢，在17世纪。康熙皇帝那时候就暂时开放了一个对外的政策，就是商务跟外界的一种商贸的一种来往，那就指定在广州。那时候呢统称为一口通关。那在中国只有在南方广州这个城市可以跟外界的一个交流。那外界交流呢，中国呢是以茶叶啊针织品啊、丝绸啊，还有瓷器，这样从广州这个口岸码头运输出去，在黄埔港站运输出去的。所以呢，当时的就出了一批，因为为了跟外商这种容易商贸的一种沟通，所以呢，当地的政府，广东的政府，就在1686年就指定了一些有实力的。十三个比较有实力的商家去经营跟洋船，就是一种商务的洽谈，顺便收一些海关税交给政府，这样子。所以呢当时就出现了十三行这样来由。那十三行当时在中国是出现了五个可以复敌富甲敌国任何一个国家，就是很有钱，特别是一个叫做
任成建，任秉建呢，他的资产有2400多银两，他的财产，当时就相当于现在50亿，那是什么概念？那个哈，就是17世纪初，所以呢，他呢就是交的税也是最多，但是在一场大火，1722年就一场大火呢烧毁了，当时损失了4000多万，整个就是银两化为乌有，就是还是蛮可惜的。对，从此走上了没落，但是他留给我们很多的一种身世，留给我们很多一些文化的遗产，就是因为当时很鼎盛的一个时期，特别是英国的东洋，英国的东印度洋也向他们借钱，就他是最大的债主，所以当时你看这是很危的，真是在中国多么强盛，所以当时这种文化呢吸引了外国很多，他们用一些他们当地的土特产跟我们交换，或者是一种商贸的交往啊买啊，不过当然也有包括鸦片了，最后鸦片后来给府门就是林则徐一把烟把烧了的那个，最后是很就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也是一个悲剧来的。嗯，当然但是他前期呢是做得非常好，所以当时呢就有留下了很多就是中西文化的一个，这个就当初的画。哦，没有，这是我的画，我呢就从这里边一直就有一个情节，就是想把它画出来，把这些曾经那么辉煌的一个广州西关的一个文化让全世界人知道，都看到它，因为很多人不了解。这个画主要表达的是一些什么中心思想呢？这些我只要是想就通过时空的穿梭一种对话，用现在的一种观念去看，但是我的绘画的过程中呢是不是很写实的，包括有一点，因为我是广州美院毕业呢，是版画系，我又学过漆画，就是读那研修班漆画，又读那个油画研修班，所以呢我结合了不同的一种材料去画，从审美和构图都是用一种自己的语言，想把当地的一些生活的状态重新展现给现代人去看，让他了解一下当时的一种是在什么环境，像这个西关小姐为什么起钱有很多西关小姐为题材，西关小姐呢当时呢是13行，因为就是属于富人家住的地方，富人家住的地方他们生活很忧郁，就是吃喝不愁的，就是生活很忧郁的，所以你看就很懒散的一种生活状态，就是喝喝茶，广东喜欢喝茶，听听歌，在家里梳妆打扮，养猫养狗，就是很悠闲的一种，过得很富裕的一种生活。对对，所以当时在那种情况下他们过得这么悠闲，就是因为商贸给他们带来一种好处，一种机遇，所以我就用这个这些呢是中西文化结合，这个呢窗户是当时有清朝有一些流放的一些八旗子弟也在流放到来。所以你主要做的是想推广，把这个文化推广给我们加拿大。对的，加拿大。那你和壮先生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合作呢？对，我呢是就这样子呢，我策划了有几次的展览呢去中国。中国呢我就加拿大有几个画家，大概18个，在我带领下然后壮是其中之一，他也是其中之一。那我们他的话，请壮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为什么我今天也邀请他一起跟我上这个节目？因为他的作品在中国也蛮受欢迎。So, John, we actually talked with Julie about the experience you have in China. So, how do you think of it? And she said the paintings that you bring to China is actually very popular. So, what do you think the experience there?
Well, my personal experience, it was quite an interesting culture to begin with. I mean, I've never been to China before, so the first time I went, it was just phenomenal. Seeing the very old and the very new and the change and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buildings, it was fascinating. Mm-hmm. But more so, it was the people there. I found them very, very interesting, very engaging, and loving the arts. Yeah. Mm-hmm. So that, to me, was a real surprise. Mm-hmm. But, you know, I mean, the whole thing started on account of Judy. Judy was the one mm-hmm. that introduced me to the whole thing. She invited me to go, and it was an incredible experience. She really organized it extremely well, to do all the shows, to do places to go and see and spend mm-hmm. time. And so it wasn't just going and exhibiting, but also seeing China. So that was wonderful. You know, I felt really positive. Yeah, that's great. Yeah. Are you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that? Oh, of course, of course. Okay, so bring more art to China, yeah. And then trying to build the bridge between the arts of China and arts of Western society. Yes. Yeah. So yeah, I mean, I'm looking forward to our next trip coming up in the early next year. Wow, that's good. And so yeah,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next one now. Okay, great. So, and hopefully there's a lot more. Okay, thank you, John. Thank you. Judy 有什么想说的吗？对于未来推广中西文化的没有这些艺术产品，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有的，我呢现在就今年就为了，因为每年都想策划一些展览，就搞就中加的艺术交流、嗯，把中国文化推向加拿大或者是世界，然后把。因为我现在来到加拿大移民在这里，我也想把加拿大的一些文化推到中国，带回中国，对，也要建立一个桥梁的交换。好的好的，谢谢 Judy， 也谢谢 John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间，给我们分享了未来的以及现在这些精美的艺术作品，谢谢两位，谢谢电视观众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大家拜拜，拜拜，好，谢谢。